自于证监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呢，截止上周五，证监会受理首发企业694家，其中已过会的是58家，未过会的是636家。未过会企业当中，正常待审企业616家，终止审查企业20家。据悉呢，终止审查的原因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分别是申请文件不齐备等导致审核程序没有办法继续的，以及呢发行人主动要求终止审查或者其他导致审核工作没有办法正常开展的，其中的文件不齐备的又是6家，占比为80%。